小孩喝什么汤比较好？他们就是说有一个鸡汤，这个再来一个什么汤？好好好，你离太远吗？我们现在吃完饭去换烟花，是吧？换烟花，对。对，这边都是我们固定换烟花的地方，每次都在这里放。我的泡泡，我的不怕。这么长的鞭炮，棒棒棒棒棒哟，六，棒棒棒棒，棒棒棒，还一开始了。干嘛敢放这么大的鞭炮？好了，让开始，来来，跟大家一起来。怎么放炮的？快点快点，点火点火。好的，在一个人一根，对，一个人一根哈。姐姐，你要不要到处跑？就这样子，可不要乱撞，就这样子，对着外面，哎、对着我们。不要玩，不要玩，把这边和那边。对。哎，他又翻了，他又翻了，他又翻了。没了。哎，你不要动！不要动，你要不要动？你要完了，你要没有了。哇，还有啊，还有这阿姨这边呢，你要阿姨这边呢。那快点，快点接完给你。哎，瓦特这边，瓦特，给我，瓦特的姐姐给你，又姐姐给你吧。来，瓦特给。我们来看罐头墙跟看电影。今天我们中午朋友请吃饭，吃完饭没事，约我们出来看电影。好久没看电影了，哎呀，这谁呀？啊，对，悠悠姐姐，悠悠姐姐。来看一看，国内第一次看电影，看罐头墙的电影。我们，你要我们看什么电影啊？看罐头墙电影啊，三号播演演播厅，快走走，哎呀哥，哎哎，走前面，过来这边啊。今天我们整个家族聚会，这么多亲戚，是我一家的，看他们非常，我们家里人非常接受我们，请我们吃饭。哎呀，现在时代变了，是。今天是初九，今天初八，明天我们要初九回日本去了。哎，明天回日本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呀？你喜欢福州吗？喜欢。是不是好多玩具是吧？是。我们昨天干什么了？是不是看电影呢？是。看了什么电影啊？这是我们福州的四树榕树，你看它这个须啊，都能坠到地上面。这都是它的须变坠到地上变成根了，这是龙须。谢谢。是福州西湖。走，我们到前面的游乐园去玩一玩，走。哎，哪个谁是奋斗吧少年？奋斗吧。
谁是少年啊？奋斗吧，我的爷爷。今天是出报门，今天在福州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回日本了。福州好多，这个西湖是小时候在来春游，这么久几十年才来一次，变化好大，变得漂亮了。我觉得它扩大了好大，但是变成了跟小时候的西湖完全不一样，变成一个非常温和的公园。我们找到一个公园里的儿童游乐场。怎么做呢？快来看一下。装得过来。哎哎，你家哥哥在玩。如果不应继续。脚踢一下呀，帮我踢一下呀，爹。跑跑跑跑，跑啊，我一点跑。这边上不去，你要上去。这边还想上去，这边上不去了。哎，奋斗吧少年，快点！爸爸说：“这是我的袋，爸爸是我的袋。”说的到底要的。你抛弃你，把我椅子都拿下来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没力气了。一二三，摸一个。摸一点，摸开，再看你的吗？自己打开，用牙齿咬。这我真的是当叔叔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回日本啊，你还在中国啊，还在福州啊？不要。你要不要在福州？你要不要回日本？不要回日本啊！你要干嘛？那你要干嘛？啊？哦，我们去机场看电视好不好？